没有出新的，他出新的，他四个怎么接啊？这四个怎么接？炸了炸了炸了，没办法接！这什么东西啊？Hello， 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节最后一个困难的容速问脑。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先放枫叶，然后把重华跟新马都换了之后啊，我们起初呢要给我们的队伍分成三队，就是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然后排在一起，分黄一、黄二、黄三，红一、红二、红三。在我们的血条5分40秒的时候，就来到第一波的制式，头上倒计时向外跑，然后所有人在中间打。这个紫色圈圈隔不隔没关系，伤害很少，把符龙位拉在一起，在一起打呢，我们在输出通输在 BOSS 的同时呢，也会打死符龙位。这个时候打死符龙位呢，地上会落下我们的蓝色、红色、黄色的花，比如说你头上有那个，就代表有个解药。有捡到解药的人呢，头上这个是放不了技能的，所以大家特别注意，然后就继续输出哦。它的制式非常的单纯，但配合很重要。在我之前看过文献当中，其实龙速问是有 bug 的，然后我当时看到 bug 跟我们现在遇到 bug 不太一样哦。我们一直就是最起初我们大概40分钟就已经可以打过，但一直遇到 bug， 一直通关不了，最后整整打了快2.5小时然后才通过。所以如果你遇到 bug 的话，不着急，可以晚一点再打，因为这个修复的话要过1-2个版本才正式修复。好，我们的努力输出啊，就快速的压到在4分40前压到70%以下，就不会再出第二波刚才相同的技能了。然后来到了新的技能4分40的时候，看到没有，就是一样，我们有标三个位置，不是说你必须要去那个位置，只是跟你说我们可以去那里传毒。那传毒的时候按顺序，这个时候需要三个小队都有人开麦可以提醒哦。那这个圈呢是慢慢缩慢慢缩慢慢缩，要接下一波毒的人呢就可以站在圈里面等，他的伤害不是很高哦。那有毒的人呢，记得千万不要放位移翻滚的技能，这样很容易让接毒的人就跳空，跳空的话就进入 CD， 那就会炸。在现在难度当中，不管是普通还是困难，只要有一组没有接到就会全灭了，这个部分大家特别注意了。看到那个引毒吗？你不用，不真的不能，就是我们有配合到它，真的缩到非常小非常小非常小，那个压力太大了。大家站在 BOSS 的附近呢，就呈现三个角度状态，然后来做接毒的部分。那我们的坦呢是属于机动人种哦，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不小心按到，好，有看到吗？我们这边其实有近战了，这个对近战不是太友好，因为近战有些技能是有位移的部分，那你堆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按不到哦。这个时候真的特别注意。好，他掉落符文位吗？我们就放在中间一起打，然后打死他的话呢，只要有这个有毒的人去采那朵花，然后就解了。这里面只有这个扇形的这个技能会把你推得很远，然后要善用格挡或是不要踩它哦。打完之后呢，就来到下一波，这部分就是到30%进到我们最不好容易过的这个模式了，就是我们第一波出的那个芙蓉位跟要解那个花大朵那个花，跟我们的这个第二波刚才出来那个引毒然后要消的花，一共是2朵花哦。它那个芙蓉位不像我们前面两波芙蓉位跟着我们走，它就是固定出三个位置的，所以当有掉落这个毒的时候呢，就是红色去找红色的芙蓉位，那黄色去找黄色的芙蓉位，蓝色去找蓝色的芙蓉位，然后再就是你刚才有安排好小队负责什么颜色去把它接过来。这个部分非常的考验大家的配合，因为它的花是随机掉落的，全部都是随机的。大家记得30%的时候呢，头上倒计时的人把花放到 BOSS 的周围，就那个小圈的周围，那传毒是在大圈的外围，我看到吗？然后这是三个不同的颜色啊，就它可能不会落在负责这个颜色小队上，但是你可以去把它接过来。我是红色的一号，刚好落在坦的身上，我把它接过来，我就等芙蓉位。其实这边呢，芙蓉位有10秒钟是有霸体打不了的，但是员工是可以打一下 BOSS。 有看到倒计时吗？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如果你头上有倒计时然后又有这个引毒怎么办？先把它花放进去，那个花是会变大的。好，等到10秒后呢，芙蓉位可以打，我们就快速把它打死。之后它会落下两个解药，一个解药是要两个人捡哦，一个人捡解药踩到这个圈里面捡，另外一个人去采花把它解了。我们就是卡在这里一直有 bug， 就是我们都没有走错指示，但是就是有 bug， 然后一直炸掉啊。还有解花的时候，大家记得这个解花当中两个人站一起可以，不要站第三个，站第三个他解不了，时间到他就会炸了。还有地上那个大的花哦，在相应的时间没有解锁它，它也会炸掉。所以这边要注意了，只是只要这个过了，输出够绝对能过。好了，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完整通关的部分吧。就是那个地方，
30% 的时候进站时没办法导龙叔问的，你就乖乖在那边等。还有爸，你等在等的时候，不要站在圈里面，拜拜被扣血。我们这边没有奶来维持血条的，你就站在外面一点。把分位拉进来，靠近来站，分位就跟进来，不会站到里面外面。解药解药，黄色蓝色黄色。你的头是蓝的怎么不行？他接不下去。4:40要开始咯。什么红色谁？红色我爸，那我接就好了。你不要跑来跑去，你们站三个角刚刚好，不要跑来跑去。把风位往里面拉，我跟你讲，我差点接不到那个皮卡丘。你的位移技能真的不能翻滚啊，你那滚来滚去我很怕。中间红色，中间红色解了，红色花，红色花，蓝色解了，蓝色解了。我觉得画面有点，我觉得画面有点好笑。我在想说，夏天叔叔秃头一本，夏天叔叔秃对呀，太好秃头一个月，没有，有点小，有点啊，有点好笑。好了，好了，好了。倒计时放里面，倒计时进去。红色我没办法接，红色我不在。爸，你倒计时，我接。你花换放也就这样放了。爸，绿道，爸倒计时，不要叠在一起哦，站开一点。爸爸，你这个有时间放的花不能叠在一起呀、啊。接花，然后接花，还要接花，红花。蓝帮蓝帮蓝色帮蓝色帮蓝色快接接蓝色要接蓝色接花接要过来接人呐、啊、头上那个人呐、啊、不要动里面不能站人走开不要站在蓝里面解了放重华。原来你们要一起才可以。
我觉得我好想笑，你们一个要秃头，我普通话没打，等一下一个要秃头，然后一个有好笑，这什么画面啊！啊，太好笑了！好了，以上的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星舰战警最后一个 BOSS 困难龙丝纹的打法，希望你能顺利通过。恭祝皇太后跟夏天叔叔一个秃头，一个献金内裤哦。